亮眼啊！啲太阳今日嚟到花都呢度咧，哇！我睇一睇个温度咧，系室外30，然后睇咁温度系37，真系非常之 hot 啊！就好似我咁 hot 啊！但我哋50米以外一个位置咧，即系行入呢个商场入边，会有另外一番新嘅天地。咁我今日就要嚟体验下呢个冰火两重天系咩感受啊！好笑，啱啱我想去嘅地方啦，噔噔噔，仔度。嗱，呢一个地方咧，号称比迪拜嘅滑雪场最大3倍嘅滑雪场。咁喺广州可以滑到雪咧，真系好罕见啦。同埋我一个南方长大嘅孩子咧。我以前一穿那些鞋就會撲的了，所以我今天我都不知道會怎樣，我很亂啊現在，但我又很刺激，我覺得很想玩。那先去看看個門票幾錢好不好？雪的話只有玩雪跟看雪，滑雪了就帶滑雪板滑雪了。雪的話今天是180元的，初級和滑雪3小時是568，有中高級4小時的是308，高級不限時的是358。初級的4位，我感覺就是會很冷，但我今天什麼裝備都沒有帶，穿成這樣的。香港有衫給我的話，268元入面呢就包括這些衫褲鞋襪除襪之外，襪子你自己帶啦，同埋咧有啲雪板啊、護具嗰啲嘅，包埋呢啲嘅。咁我而家咧就打算先換咗衫，跟住再去攞嗰啲嘢。咁我變身啦！我唔知道我自己轉嘅方向啱唔啱，總之我就已經變咗身啦。咁然後我就準備入去呢一個雪世界入邊。这个雪场呢，一共分4条雪道。咱们现在滑的这条雪道呢，是属于初级的雪道，还有中级道。中级道是一会儿咱们得坐到这个缆车才能上去这条雪道，还有高级道。它的垂直高度应该是大概是66米，长度大概是200多米。这个融创的室内滑雪场是中国第2大的室内滑雪场，第一大的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，这里的面积雪地的面积大概是7.5万平方米。咱们初学者呢，还是在这个初级雪道上多练习一点。因为我真系小白嚟嘅，所以咧冇办法，都系要收下曾老板啲经费，所以我请咗个教练嚟教我。咁呢位咧就叫小天。小天哥哥你好。你好。怎么玩？好，记住千万不要用你们的手去触碰这个板刃，对吧？很锋利的啊。中间的部分呢叫做固定器，雪板固定器的这个前边有一个雪肠，把这个脚尖轻轻的靠进去，把后面对准，看着美女啊，1、2、3。变成这种状态就是穿上了。刚咱们怎么脱下来呢？用你雪杖的杖尖，对吧？放在这个地方，1、2、3，这种状态就是脱下来了。OK， 就这样握着就好了，好吗？正确的滑雪姿势是，感觉这个鞋这个地方很硬，对不对？对。用你的小腿迎面骨，好，靠在上面，身体自然弯曲，好。背直腰弯，两个雪板平行与肩同宽，雪杖放在这个位置，雪杖的杖尖放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身体向前倾，走。如果你身体向后仰的话，就会像我这种状态，是不是就摔倒了？所以说你整个人的动作一定要保持身体向前倾的一个状态啊，就像咱们开车一样，如果你速度快了没有刹车会很危险。所以说咱们怎样在平地上学习刹车呢？就像我这样，脚跟发力，看着啊，身体向前倾，1、2、3，要让它变成 ABCD 的 A 字形 ，OK 吗？1、2、3，
打开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慢一点打开。未真系上嗰个滑雪场上面体验过，所以未知道自己会滑成点咯。Amazing！ 咱们在上面往下滑的时候，就要把你的后面打得大一点，这样的十分钟少发出的准备。咱们第一次滑就是往下滑，越慢越好。等咱们把这个离式刹车练的熟练了，才能像别人一样速度很快的往下滑。它会带你去找那种感觉，你一旦找到那种感觉之后呢，你就会轻松很多。可能开始的时候你手脚不协调的时候，你要不就会觉得手很累，要不就觉得脚很累，甚至乎你找不到那个平衡点，很容易会扑餐。但是只要你找到之后，其实落来那一刻是很容易的。剛才呢四個人呢都已經門票就是1072嘅，咁就係玩三個鐘，但其實三個鐘喺入邊真係好容易就過啦。咁加埋因為我係一個小白嚟嘅，咁所以我哋三個人請咗個教練咧，就總共係728，加埋就啱啱好1800蚊。咁你話呢個價錢貴唔貴呢？就見仁見智啦。咁啊，撇開呢一個價錢嚟講，我會覺得呢一個滑雪嘅體驗感係非常之好嘅。呢個地點喺花都嘅話，其實如果再近啲就好啦。對於我嚟講，咁啊，無論你喺邊個平台見到我哋品城記咧，都麻煩區區關注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下次嘅更新啦。我係華偉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从北极去咗非洲。